看看新闻网。是的，上海的演唱会呢是一场接着一场啊。和 S.H.E 同一时间，许巍呢也在上海举办自己的个人演唱会了。这个虽然是撞日子，但我觉得没什么，因为听许巍歌的和听 S.H.E 歌的应该完全是两个族群，几乎没多大交集。我都喜欢。你就是那个唯一的交集。哎，他们的歌我都喜欢。我看不出来，我觉得你就是应该是听许巍的文艺小青年啊。是吗？听 S.H.E 的应该是那种就是少妇的命，萝莉的心啊。哪有？我有一个萝莉的外表，但是有一个沧桑的心，所以两个我都爱。好吧，摇滚你爱，对不对？因为许巍的摇滚演出非但没有因为这个人气偶像的演唱会受到打压，反而也呈现出了异常火爆的场面。来看一下。夕阳之前，天外之天。一曲空谷幽兰配上180度超大 LED 屏幕上的泼墨山水画，拉开了许巍此时此刻巡回演唱会上海站的序幕。这是他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一次巡演。当屏幕上出现许巍从休息室一步步走向舞台的影像时，场内的歌迷就已经按耐不住尖叫起来了。除了演唱新专辑的歌曲，许巍当晚还带来了《漫步》《蓝莲花》等经典老歌。当喝茶去音乐响起时，整个场内香气四溢，这场嗅觉体验给观众带来了惊喜。总之，现场的气氛从一开始就被点燃，没降过温。尽管音乐激情澎湃，但和